跑不跑？啊，不用着急。你吃吗？我不吃。哎，来，把头盔戴上，我给你拿着。今天咱们上外滩骑行一周，来戴上啊。我不会骑自行车。啊？不会啊？我妈又没教过我，然后我爸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，我怎么会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真没想到你不会骑车。对，咱们今天计划改变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记住我跟你说的，要放松，要保持呼吸，腰要挺直，头不要看地，也不要往天上看，平视前方，平视前方，记得就朝着远处那个前面的路看啊。心里要放松，你心里越害怕，你就会越恐惧，越恐惧就会越摔，听明白了吗？嗯。有我在后面保护你，放心啊。嗯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好。准备。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哎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怎么还会晃啊？他就会晃啊。放松，别紧张啊。放松，有我扶着你呢。准备，走。好好好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慢点慢点，好，坚持坚持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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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哎呀哎呀，没事彻底吧？没事，我的屁，哎呀哎呀，我的屁股，慢点，哎呀，小心脚。嗯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，真没事，没事。来，你没事，上车上车，准备好啊！啊，咱们再来一次啊！走，蹬起来，蹬，脚蹬，蹬，哎，好，把我的把，啊，好，放松，越放松越好啊！好，继续，慢点，慢点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已经特别好了啊！放松，再来，走，走，走，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继续啊，保持住，保持住，特别好啊，特别好，保持住，保持住。你还扶着我的吗？我扶着你的。哎，你怎么？你怎么？哎哎哎，没事吧？伤到哪儿没有？哎，慢点，你看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以为你已经会骑了呢。稍微有点疼啊，我帮你消一下毒，要不然一会儿感染了啊。疼吗？好，稍微忍一下啊，我轻一点。嗯。这么好呢，就连我爸，我是觉得，就连我找着我爸，他也不会比你更好了。傻孩子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来，疼不疼啊？对不起啊。